反过来啦，对，那个不行哎、欸，这个好坚固哦。不要想要拉了，对我觉得拉不到就不要去强求。哦，蛇可以哦，哇，夹后面那一个哦。好，看一下时间，对准二收就好了。三秒收，哦，掉了一包。我不知道夹哪一个。你把它当补丸，夹那两个先，再夹在头20块。哦，对啊，是啊。哦，对，那一个应该就可以掉下来。夹下面的吗？上面那一个。上面那个不是下面这个吗？下面那个，嗯。下面那个可以拿。来，哎，有有有，啊！又是下面，再一次，抓住他这个纸。若离很坏，若完蛋了，他很丢哎。好。丢好高，15秒，感觉好像要拉，要拉一下。9、7，哦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回去，四了，哦，有，哦，掉了一包。那我拿到。对，好啊，有，哇，有，那夹它尾巴看。那还是那在上面那一包，对，我觉得。哦吼，滑下来。十。哦。哦，差一点，不然就夹那一包看。哪一包？夹那。对。哟，那也可以用满两次。哦，7。这压就有了吧？哦，对哦。摸不着边，6秒、5秒、4秒，先回来了。这么简单。4、3。好像没东西。对，时间2、1、0，下吧。哦，好。4、3、2、1。太好了。
什么娃娃？宝可梦小娃娃。小娃娃，我看着宝可梦小时候。哎呦，大兔兔，超大的，戴眼镜哦，真的耶，帅帅的。耶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超大只，超大只，这只应该有100公分吗？我是觉得100公分我不知道，但是你们看他的脸跟我的脸，你知道，我是一样的距离哦。好，超大只。对，我们今天去林老爷家，然后他有两个玩的方式，就是他可以用娃娃换。或者是用点数换，就是像夹6只小的可以换固定的一些大的，但6只、8只、10只都有，就看东西这样子。但我觉得就是娃娃有，因为他们娃娃就是他们是一夹两头嘛，那就是是还蛮便宜，一头两夹还蛮便宜的，但是他们那个。我觉得他们位置就是不好夹，摆的不好，不好出货了。其实我觉得用点数还不错，就是他们的过年的活动，就是他们有那个刮刮乐，就是满车就有刮刮乐，哎呦抽的非常的好，还有抽到了这个按摩枪，对，筋膜枪，筋膜枪，对，差不多市价差不多250，然后胡双抽到调味罐，调味罐，对。我们三车嘛，先拿一罐出来给大家看，也是蛮有质感，对，是有质感的调味罐啦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是这样子，然后有3个这样子。那我抽到宝可梦小娃娃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刮刮乐的奖品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比我们一般去别的地方抽到那种奖好很多了。我就是你不是去一般那种抽车子的，满车就抽奖，他不是都给那种很就是很便宜或是很不耐用的玩具，很没质感的玩具，对。然后我们就是今天约莫快这一支，我们应该就是假换了快30包饼干去假换。对，这就要跟大家讲了，我们就是呢，因为有分夹娃娃，然后小娃娃几只可以换东西，这是45。然后这个是用点数换的，那它像它饼干一包有1点的，那有的商品是一包两点，有3点的，但3点的真的是不好夹。所以如果大家要去逛的话呢，就去玩那种1点的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大家就看我们的影片这样子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夹了，就其他都换掉，不然我们真会太多太多零食。然后呢，就是一样，我们就是关键字，我们来抽娃娃，来抽这一只，这只很可爱哦，这只是熊，然后算是熊吧，猫，它是猫，对，然后拿着一颗小洛梨，可爱的小洛梨，然后这一只还蛮可爱，摸起来也非常的舒服。好吧，来抽这支，那我们就是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然后龙一哦，祝你们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你们容易发财。然后那个龙是那个今年的那个龙年的龙，这样子好不好？一样就写在这边。然后喜欢这支的朋友可以就是。关键字，然后就抽奖这样子，一样月底，对，月底是二月底，希望抽奖机好了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抽这一支啦，拜拜。